是2024年中国足协中国支队茶山足海杯永川国际女足锦标赛第三比赛日的一场较量，由中国女足对阵越南女足。这个球刚才王彦文是想插对方左中卫的身后，但是传球的机会不是特别好，王彦文拿球之后再敲回来，看看程佳丽怎么处理，闪出碰刚来了，左脚的直接打门，没有能够完全的把部位吃准，这一下没有能够发上力，但是这样的尝试啊应该说是好的，因为在面对越南女足的时候，中队完全可以通过边路的突击形成边路传中，在中间的利用自己的身高利用自己的对抗能力。中队的局部逼抢再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自己到了禁区内打门，哎，这一下王彦文的射门有点过于乏力了，结果呢把球给打高了。但这个球其实呢也是源于中国女足连续的在对方的半场形成高位的逼抢，包括之前在对方的禁区左侧形成的围墙，再到对方的几乎是到这个防守禁区的前沿，跨到中山的这个部位呢形成的围墙，形成球权转换呢，在老帅梅德中的带领之下，确实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哎，先来看一下，最后防线自己拿球没有拿满，几乎左脚的打门被对方的中卫张世九给破坏住了底线。尽管其实在他刚刚在人们的面前亮相的那个时候，我们对他的记忆就是一匹边路快马。在第一点争抢对抗上稍稍的处于劣势，但是呢他会对中国队的持球队员形成死缠烂打的贴身防守，这一点呢会让你做动作很难受。这一次又是中国队的边路传中，王彦文完成的头球攻门，王彦文在7月份加盟了法甲的地中女足之后，在季前赛的表现确实还是不错。哦，李博文上来右侧继续持球到禁区内把球搓起来，这个球给的不错，结果禁区那个头球根本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禁区前沿的一脚补射再次被挡出来，小角度的射门还是在禁区内越南队两次门线前的解围，感觉中国女足距离进球就差之毫厘，就差这一层窗户纸了。而在这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呢，越南女足的右中卫刘诗艳梅也是在碰撞过程当中倒地，这一下李梦文的起球非常的漂亮。后点的这次头球攻门，张鑫的头球啊，确实是有一点不太走运，正好近距离砸在防守球员的身上。王彦文自己再往前带，向右侧射，李梦文还是再把球搓起来到后点，这一下有没有小角度的打门，又是被后卫给挡住了。李梦文这几次从右侧打到对方禁区内搓后点的传中的效果呢，其实都还是不错的，能够完整的越过对方的门将和这三个中后卫。那后点呢如何去做处理，是继续向中间去敲，还是选择自己的直接打门，这是一个可以去在赛后值得总结的。面对两个人的夹击防守，左脚强行传中，这个球直射过来之后到了中间